Connie 你好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 Connie， 来自福州。感谢 MLI 公司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。我在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面对皮肤的问题，当时我的脚跟和手掌都很干也很痒，还经常会爆裂，严重的时候还会流血。我是从事 marketing 的，必须每天出外见客户，但皮肤的问题导致我不能穿高跟鞋，只能穿凉鞋去工作和见客户。洗衣服我可以戴着手套，但是洗碗和做家务我就不能戴着手套了。就算手掌爆裂忍得痛都要把家务做完。这两年来我也是看了好几家皮肤专科医生，但是都没有好。在朋友的介绍下，我也是使用了很多不同品牌的护肤品，但是也没有好。在朋友的介绍下，也是介绍我用海盐加温热水泡脚，然后lotion，再穿负离子袜子睡觉，这一切都无法改善我的皮肤问题。哇，大家看一下他的脚那个裂痕真的是蛮严重哦。直到去年十二月，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恩人 Mary 约我们两夫妇去一场 Eliver Shop， 没有想到听完产品讲解了解商机之后，我的先生竟然马上下定。我以为他只是买一张单人床给母亲睡，哪里知道他买的是一套 MF 哦，一套一套是来做生意的哦。然后接下来是你几时开始睡这张 MLI 床？我就是在你是一开始的时候你相信这张 MLI 床吗？就是我用了这张床，是我带着那种半信半疑的情况下开始用产品，看着家婆的健康渐渐的改善。我觉得我先生所花的钱是没有白费的。大概过了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发觉到自己的脚跟和手掌也慢慢的改善。来，我们放回刚才那张照片，那张照片是你用了大概整两个月的时间是吗？哇，你看完全是两回事了，哇，非常棒啊哈。来，就是讲过了两个月我就看到我是非常的开心了，因为我的脚跟跟手掌也完完全恢复正常了。哇，非常棒，来我们给 Connie 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虽然这些是小毛病，但是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是非常的开心的。对，因为我现在可以穿我喜欢的鞋出街，也可以穿球鞋去做运动了。所以说各位朋友不要等到大病才找疗方，先将把毛病解决掉，那种感觉也很美好的。对，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说，这一张医疗技巧的功效真的是非常好，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你们也能够从中得到帮助，所以不要想这样多了，赶紧来使用吧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